位度量衡，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踩场》。今日是2022年5月19日啊。咁啊，我录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系朝头早8:00，我哋呢边时间啊。咁所以即系啱啱瞓醒冇几耐，懵下懵下咁。但系琴日咧，我就睇到呢个即系香港嘅新闻咧啊。咁啊，都要评论下呢一个所谓新政府嘅架构重组啊，即系六司十五局。講到呢個六司十五局新嘅政府架構重組呢，咁我就不禁想起即係2012年嘅時候，即係3月份呢個梁振英當選咗行政長官之後呢，咁佢亦都提出呢個政府架構重組，叫做即係五司十三局。咁呢個五司十三局嘅呢個決議案呢，就喺即係呢個曾蔭權啊嗰最後一個任期嘅最後嗰幾個月咧，就要喺立法會咧就要通過嘅嚇，咁啊同埋要喺立法會嘅財委會度攞錢，因為你架構重組又牽涉到增加呢一個即係政治任命嘅官員同埋呢一個公務員係嘛，咁於是咧就要嚟攞錢啊，咁要嚟立法會即係先通過一個喺大會通過決議案，跟住嚟財委會就攞錢，即係人事編制屬於係。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呢，它就是有兩個小組，一個叫公務小組，一個叫做人事編制小組，即是政府的開支就牽涉這個兩個部分，一個就是工程開支，公務開支，是吧？譬如你學校，即是政府資助的學校增加那些即是設備啊，起啲院舍啊，是吧？即是這些就是工程的支出咯，其他那些鐵路啊，是吧？即是要增加呢、這、一個即係譬如話東鐵啊，開條線西鐵線，咁你咪會攞錢咯。人事編制咧就是、開位係嘛，咁呢啲係公帑嚟嘅，納税人嘅錢係嘛。咁仲有咧，政府嘅架構咧，其實就要越精簡越好係嘛。The less government the best 係嘛，呢、這個講法就係話政府管嘅嘢越少就越好係嘛。政府嗰個架構即係、就是、越精簡就越好，你唔係。你是反其道而行，係嘛？咁啊，好啦，度咗一個叫做所謂呢、這個五司十三局出嚟啊嘛，係嘛？咁五司十三局係咩咧？加多兩個副司長，就是、財政司副司長，仲有呢個政務司副司長。咁嚟到立法會，我哋咧就拉布，係嘛？就拉冧咗呢一個五司。十三局嘅架構重組就俾我哋拉冧咗啦。當年大家可以翻呢啲即係立法會嘅記錄，你就睇到噶啦，係嘛？喺呢個我嗰個節目啊，即係鬱敏耳談搞事錄經典重温咧，我哋第二輯咧就會講拉布嘅啊。咁拉響拉布嘅頭炮咧，就係針對梁振英嗰個五司十三局，增加兩個副司長，另外再設一個再設兩個局啊。嗰陣時最早嘅時候係三司十一局嘅，加多兩個局，
兩個局就是一個叫做即係文化局，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創新及科技局，係嘛？咁結果就拉冧咗佢，係嘛？冇辦法，即係喺呢一個2012年嗰個立法會嘅任期，即係嗰一屆嘅任期終結之前咧，係通過呢一個決議案同埋嗰個財委會，通過呢個財委會嘅撥款，咁啊拉到咗佢。嗱，呢個就係第一次。即係呢個梁振英所謂新人事新作風，要改組呢個政府提出嘅呢個所謂五司十三局架構重組咧，就俾我哋拉布拉冧咗佢。其實當時我哋拉布嘅目的咧，即係針對最初咧係針對呢一個立法會選舉條例嘅，即係話政府針對我哋搞嘅五區公投係咪？咁於是佢就修訂呢個立法會條例啊，你辭職嘅人嗱，你唔可以參加補選。咁我哋嗰個所謂五區公投就係我哋每個區揾一個議員辭職，係嘛？咁然後咧，你就要進行補選。咁、那個補選係全香港舉行嘅五個區，咁咪我哋搞一個叫做變相公投啊，針對呢個政改啊。咁佢係為咗即係打破呢個缺口咧，即、就、係、是、我哋打破呢個缺口，佢要修補呢個缺口，於是咧就剝奪呢個香港人嘅政治權利都在所不惜，然後就通過呢一個立法會選舉條例。當時我哋針對呢一個咧就拉布，跟住就我個代號嗰陣時叫做火燒連環船，因為喺嗰個立法會嘅任期就嚟完，嗰一屆任期就嚟完嘅時候，你啲法案如果喺呢個所謂呢一屆嘅會期終結之前冇辦法喺立法會通過嘅話咧，就等於零嘅，要重新再嚟嘅啊。嗰陣時，佢哋政府就諗唔到，即係嗰個拉布咧，初初係針對呢個立法會嗰、那個條例嚟拉布，後來咧就因為有公司法嘅500頁，有其他好多法例排緊隊要上，咁然後你梁振英以為快刀斬亂麻，嘛隊呢一個法案嚟，當然佢嗰陣時係後任行政長官啦，佢要由嗰一屆嘅政府幫佢提呢啲咁嘅即係所謂決議案，同埋喺立法會度攞錢，嘛結果就拉冧咗佢啦，因為由嗰、那個所謂立法會嗰個條例嚇、啊，即係我哋拉唔成啦，係咪？咁但係我哋係針對嗰個拉布，跟住就俾呢一個曾鈺成剪布啦。咁然後佢就懟呢條過嚟，咁我哋就用其他法案一路拖到最後就搞冧咗佢。最經典嘅咧就係我哋喺財委會係嘛，根據呢個財委會嘅即係議事規則咧，我哋提修正案啊，以千條計算。咁嚟拉冧咗佢呢一個，所以喺財委會申請撥款嘅，呢個我就記憶猶新，係嘛？咁大家咧就不妨即係留意我哋第二輯嘅呢個鬱敏議壇搞事錄，講呢個拉布咁啊前因後果同埋個過程咧，大家就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啦。咁嗱，我即係不厭其煩講翻呢件事咧，就係話因為而家李家超又搞一個政府架構重組，哇，仲膨脹得犀利添，佢係6司15局啊！增加兩個局，其實呢個增加兩個局咧，就係將原有嘅局有啲拆開佢啊，咁啊增加兩個局，增加兩個局，咁啊即係由呢、這、一個13局就變成15局，另外就增加3個副司長，於是就變成6司15局，咁呢個架構重組就即係架床疊屋，勞民傷財，浪費公帑咁啊。咁所以我哋諗返之前嗰單啊，即係2012年嘩眨下眼，而家係2022年，相隔10年，係咪啊？所以如果立法會裏面有反對派，或者有好似我哋呢種激進派，係咪通過拉布嘅手段令到呢啲惡法冇辦法通過，係咪咁我政府嘅權力呢就會受到制衡。而家呢個立法會90個議員全部都係喂愛國者治港咁嘛，而家係咪呢啲咁嘅所謂架構重組嘅決議案，喺佢後任嘅階段，喺李家超後任嘅階段，就一定喺而家嘅立法會度得到通過嘅，係咪？個結果就係我哋要納税人要付好多錢，係咪？一年成億，俾多1億，淨係開胃，係咪？咁你話值唔值得俾咁多錢呢個咁嘅政府？係咪？嗱，睇翻佢即係所謂增加3個副司長啊！咁包括呢個政務司嘅副司長，同埋財政司司長嘅副司長，仲有律政司司長副司長。咁即係話呢3個司裏面都增設副司長，
喂，而个人工咧讲紧系36万一个，啊，仲要有其他嘅配套，系咪？喺呢个编制里边，嗱，呢啲系政治委任嘅官员。喂，你增加三个司长，另外仲要增加三个局喎，要增加。唔系，咁呢三个局咧，唔系 ，sorry 啊，两个局，系咪？增加呢两个局，咁你又要有政治助理，系咪？又要有局长，又要有副局长。加加埋埋总共呢是13个政治任命的官员，是吧？而且全部都是高薪厚禄的。咁好啦，政策局方面呢就由13个就增加到15个。咁部分的职称呢就有所变更，咁即是等于即是移形换位啊，或者将一个局拆开两个局啊，即是用呢一种方式，是吧？咁增加嘅呢，我哋睇到即係政府公布嘅资料呢，就係呢个又多咗一个，所以其实都唔係叫多咗拆，即係将佢拆咗之后又分开，係咪？譬如原本想整个青年局嘅，咁佢就喺民政事务局嗰度加个青年局。公务员事务局、教育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咁呢个医务呢个呢三个局呢个职称，即个名称冇改变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冇改变，发展局冇改变，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冇改变，咁劳福局冇改变，劳工及福利局、保安局呢啲都冇改变嘅。咁有啲改变或者新增嘅呢，就包括呢一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环境及生态局、医务卫生局，即係改咗名啦，係咪？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咁就係咁啦。咁呢个就係个职，即係嗰个所谓职位嘅名称有改变嘅啫。咁加加埋埋就15个局啦。呢15个局呢就係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教育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环境及生态局、医务卫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房屋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运输及物流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劳工及福利局、保安局等等。咁有啲就改咗名啦，或者加咗个名称落去啦，譬如有个青年局，咁就摆喺呢个民政事务及青年局嗰度。咁环境及生态局，咁本嚟就有个环境局，而家加多个叫生态环境及生态，系咪？咁原本个食物安全环境卫生呢就唔知去咗边，咁可能就摆喺环境及生态局嗰度啦，系咪？咁就另外房屋局嗰度呢，佢房屋仲包括运输嘅，就运房局。咁而家又拆开佢，咁叫做15局。嗱，呢个15个局加埋6个司，系嘛，就会增加咗13个政治任命嘅官员，另外57个公务员，即系新增系70个职位。咁系咪架床叠屋啊？系咪？系咪浪费公帑啊？系咪？咁我哋納税人就真係好冤枉喎，係咪？仲有最大嘅問題，喂，你呢個所謂愛國者治港係咩呢？就係奴才、庸才治港，高薪厚禄，德不配位，禍港殃民。休息一陣。